的那些色系，所以在某个楼层以上，我们是呼应那个色系的感觉。这个下面两行啊，都是这个色系。那某个这个楼层数啊，是在上面那个段落是日式建筑啊，那个是比较深的，所以我们比较淡的颜色是呼应啊另外两个时间段落的。好，那另外就是说所谓那个加重一些垂直的叶子数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腹地可能不太够，就朝北。所以我们还是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容许我们就在垂直这个各楼层啊做一些这个灌木型的这个绿化，好，然后来回应这件事，谢谢。绿化它带动了那个建筑物跟我们那个两个协调性。好，谢谢，好，就这样子哈，来各位来填一下我们的意见表。好，那么本案哈有关大安区龙泉段一小段2061号跟五笔土地都市更新案，林直辖市令古迹温州街22巷4号及历史建筑台湾大学公共宿舍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审议案。本案出席委员21位，那有20位啊同意，1位不同意。所以达到法定的解决过半数，所以本案同意，好，下一案。三，中正区台北酒厂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7、18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办理情形一，本案在92年3月17日公告台北酒厂为直辖市定古迹，台北酒厂4联栋、台北酒厂米酒作业厂为历史建筑。那本局委托了社团法人台湾历史资源经理学会办理建制台北市文资保存中心平台暨办理文化资产保释查核。那依据该学会报告，有建议台北酒厂里面的中一馆、中二馆、中三馆及中五 A 馆、中六馆也进入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的程序。那本局遂秉职权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在2019年6月23日邀集文资委员张坤正、邱如华、刘淑英委员召开中五 A 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的专案小组现场勘查。那委员建议中五 A 馆暂置酒作业场具历史建筑保存价值。那会刊的记录详参附件二第8到第10页。那本局续于2019年11月17日邀集文资委员薛晴、王慧君、王维洲、郭琼莹、蔡元良委员召开中一馆、中二馆、中三馆、中六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现场勘查。那委员的建议详参附件三。那委员的建议是，中一馆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建筑本体应与已指定的直辖市定古迹台北酒厂3楼高塔合并为同一古迹。那中三馆具文古迹保存价值，那建筑本体不含后期增建。中二馆、中六馆具历史建筑保存价值。那综合的意见，
针对全区应进行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并说明产业发展的脉络及各建物使用的变迁。那直辖市定古迹台北酒厂烟囱建筑本体应包含锅炉室，所以建议在办理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勘。那依据2019年11月17日专案小组的意见及台湾文创公司委托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调查台北酒厂全区的建物资料，那委员可以详参这个调查的资料，在附件四第18到第40页。那本局确秉职权于110年1月12日及110年3月5日邀集文资委员，缺请王慧君、王维洲、郭琼明、蔡元良等委员，召开了中五至二馆锅炉室、中四至二馆蒸馏室、中七馆维修工厂、东一至一馆车库工坊、东一至二馆警卫室、中四 F 馆水井及警室、南一馆酒厂警卫室及酒厂大门、金属镀廊配件室、米酒作业厂附属仓库、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现场勘查。那中整的委员意见，委员可以详看两次的会勘意见，详参附件五六第41页还有第50页开始。那中整的意见，中古制二馆锅炉室具有国际保存价值，那建筑本体应予以指定的直辖市定古迹台北酒厂烟囱合并为统一古迹。那中四制二馆蒸馏室、中七馆维修工厂、东一至一馆车库工坊、东一至二馆警卫室、中四 F 馆水井及警室、酒厂大门配件室具有历史保存价值，具有历史建筑保存价值。那台北酒厂的南一馆还有金属镀廊、米酒作业厂附属仓库，则部分委员建议具历史建筑保存价值，部分委员建议不具历史、不具文化资产保存价值。那中整委员的意见建议重新检讨台北酒厂全区文化资产的类别，所以本局在2010年3月12日邀集了文资委员薛启、郭琼明、王维洲、蔡元良、邱如华、王慧君等委员，召开了台北酒厂园区文化资产价值研商会议。那依四次的专案小组现刊结论及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调查的这个建物资料，委员建议台北酒厂园区指定为一古迹。那古迹的本体包含三楼高塔、乌梅酒厂、烟囱、四联栋、米酒作业厂、试验室、清酒工坊、蒸馏室、再制酒作业厂、锅炉室、包装作业厂、维修工厂等。古迹附属设施为国酒大楼、车库工坊 A、车库工坊 B、水井及警卫室、金属镀廊配电室、酒厂大门、另酒厂警卫室、南一馆及米酒作业厂附属仓库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那委员可以详参所有建物的照片，详附件八第58页开始，还有本案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附件九。那我们本案是有参考国立台北科技大学调查的建物资料，那这本资料呢有根据华山园区所有建物的每栋建物的重要性进行评估，那给予了重要性的评估及新等。那依据刚刚这建调查资料的新等，在8颗星以上的我们建议为古迹，那5颗星到7颗星建议古迹的附属设施，那4颗星以下建议不指定不登录。那以下是建议指定古迹的照片，有再制酒作业厂、试验室、清酒工坊、包装作业厂、锅炉室、蒸馏室、维修工厂。那建议古迹附属设施的有国酒大楼、车库工坊 A、车库工坊 B、酒厂大门、水井及警室、配电室、金属镀廊。那米酒作业厂附属仓库、酒厂警卫室建议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那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本案的位置是坐落在台北市中正区8德路1段1号，坐落的土地是在成功段一小段63-3D号及63-43D号。那古迹本体为三楼高塔、乌梅酒厂、四联栋、米酒作业厂、烟囱、试验室、清酒工坊、蒸馏室、再制酒作业厂、锅炉室、包装作业厂、维修工厂等12处
业主本体。那古迹附属设施为国酒大楼、车库工坊 A、车库工坊 B、水井及井室、金属护栏、配电室、酒厂大门等七处。种类为产业，所有权人是文化部。目前管理单位为台湾文创发展有限公司及电影文化协会。土地使用分区为创意文化专用区。那现况概述，文化部是委托台湾文创发展有限公司办理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为由电影文化协会办理光点华山电影院，所有人保存意愿配合办理。那以下是四次我们专案小组现场勘查委员建议的整理，包含第一次6月23日委员建议中维馆历史建筑，第二次评估了实验室、国酒大楼及包装作业场，第三次、第四次未来保存管理维护依文字法第八条规定，应由所有人管理人编列预算办理文保存修复及管理维护，那未来管理维护由文化部办理。那指定范围的影响评估，本案建物群目前由文创产业园区使用，倘登录为文化资产，不影响该使用功能，后续建物本体倘修复或再利用，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提送计划与文化局审查。那本案倘登录为文化资产，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需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22条之范围条件者，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办理。拟办。您请同意变更直辖市定古迹台北酒厂公告内容。公告事项如下：名称台北酒厂，种类产业，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中正区八德路一段一号。古迹及其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古迹本体为三楼高塔、乌梅酒厂、四联栋、米酒作业厂、烟囱实验室、清酒工坊、蒸馏室、再制酒作业厂、锅炉室、包装作业厂、维修工厂等12处建筑本体。古迹附属设施为国酒大楼、车库工坊 A、车库工坊 B、水井及井室、金属护栏、配电室、酒厂大门等7处建筑本体。建物坐落土地为中正区成功段一小段63-3、63-43地号等2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那范围图委员详参附件10第71页。本案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台北酒厂见证了台湾酒业在生产体系上发展与转变，反映了不同时期台湾酒类的市场需求，在台湾酒业的发展史中极具代表性；二、台北酒厂创设时位于当时的台北东郊，南方紧邻通往基隆的联络要道，北侧则有纵贯铁路通过，展现出当时产业设施的择址与区位考量，体现台北区域发展史及产业史的重要实体物证。三、目前园区建物及整体的配置仍维持1930年新工厂扩建计划之规划样貌。为了解日治时期的现代化、高效能、新式酒厂之代表案例。四、现存的建物除了展现不同时期最为先进的造酒方法及科技技术外，亦富含了产业设施及现代建筑的特色，具有科学及艺术价值。五、符合指定古迹及废址办法第2条第1项第123款指定基准。拟办二，拟请同意废止历史建筑台北酒厂四联栋、台北酒厂米酒作业厂。废止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经指定为古迹者；二、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7条第1项第1款废止基准；三、拟请同意酒厂警卫室及米酒作业厂附属仓库不具立文化资产价值潜力，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及纪念建筑。那本案提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王董事长来发言。谢谢主席跟各位委员。我想这个案子就是说，古迹保存是大势所趋，我们乐观其成。而这个案子，我们跟所有的大部分的委员都已经有充分沟通，那也佩服大家的对这个台北酒厂重要性的这个
重视，所以基本上我们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有我提了一个书面意见，把我们真实的痛苦的状况跟委员报告，也就是说在古迹保存跟活化的这个平衡的过程里面，有些这个原来我们邱文杰的设计里面就是把这个把一些通道各地方串联起来，整个地区串联起来，我想这个在未来被指定以后，我们希望还是可以做，但是目前我们因为跟文化部的合约里面要执行4500平米的这个新建物，那现在被指定以后到底后面我们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盖，或者要怎么盖，那这些程序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让我们可以进退有据啊，不要现在进退两难，到底这个建筑师我们要不要叫他怎么样进行，能不能做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关心，这个指定完以后，如果那个我们后续怎么样进行跟文资审议可以很清楚的有进退有据，这是我们最关心的。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本来已经得到的建造，本来已经要去拆除的要去盖了，现在全部被重新来过，这里浪费时间跟浪费很多钱。可是我们在跟这个看起来这个文资的法律救济啊，并不知道未来不一定是本案的，但是在未来如果因此而造成民间的损失，这一法律的救济，就像我们能不能跟文化部要求这个法律救济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希望未来这个在这个大会里面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以上，谢谢。好，谢谢王董事长。文化部要不要表达意见？就是这个华山文创园区本来就是交给台湾创新到现在也是十几年，其实我们本部就是也只有要求他在对于这个就算当时不是历史建物的没有文资身份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有请他进，就是在依照相关的规定尽量在维护这些建物。那其实在这个新建工程里面，当然我们合约里面是有规定4500平方米这件事情，那当初我们他后来他们提送的方案里面，我们后也是经过部里面审查过，那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未来的十年之未来十年可以让整个园区的，因为它现在因为它是历史建物，所以在现实的使用上确实是有一点限制，但是那个新建工程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园区的怎么再活化，那所以说那既然现在已经指定为那个古迹或者是附属设施的情况下，本部也一定是尊重。那但是就是后续我们要看怎么样去跟台湾创这边解决我们契约之内的事情，这是我们契约之内的事情。谢谢。好，谢谢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好，请。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那个华山的状况啊，那刚刚那个部里面有提到说，做这个4500平方米是为了要活化，可是我看每次那个议员在质疑、立法委员在质疑，都说华山已经太活化了，也就是说其他已经做了，已经让变成是台北市非常的亮点。那当然因为合约的关系要做，可当初是因为我记得有 BOT 案不成之后呢，就是大门出巷嘛，整个又改了，所以。其实我们务实来看的话，就是说这4500平方米虽然是合约里面，到底客不客观、合不合理？哦，那我觉得文化部应该也可以务实来了解这个状况。你看每天哦，周末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活动？我觉得那个活化已经够了，只是说我们怎么样把全区好好的 master plan 做好，控管开放空间。每一个 element 让它变成是一个一看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园区，那这一点我是觉得，当然我们今天不是文化部的委员，我们只是提出来说，这样卡在这边确实是一个，真的讲不会同意啦，进退两难。那到底什么是最合理的？我觉得
觉得文化部应该给一个客观合理可行的一个引导啊。以上。好，谢谢。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好，来请。好，还有没有委员有意见？好，那个谢委员。我想这个案子啊，实际上坦白来讲，都是文化部门，不管是文化部也好，或者是文化局也好，都是文化部门的工作。那我想，这个活化的确，我们现在活化已经相当充分，但是我们想，在这个我看到这个邱建筑师的这个设计里面，它真的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比较有部分的是这个部分要做一个，这个部分要做一个等于是一个剧场，小型剧场啊。这个部分当然涉及到这个水景啊，啊还有这个一些建筑物。那另外一个部分在这个前面，那这个前面等于一个导引的设施，啊另外一个让通了。我觉得这个部分你估计还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执行的。但是唯独这个部分困难。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不盖，我是建议有市的文化部可以考量，因为这块区块已经公开征途了，已经要做一个新的一个建筑的这个地方。那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部分的话，也会涉及到文化资产保护法34条的问题，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呢能够早一点了，能够把这个不要等到正式的图案都出来，好像今天都不能动，我们再来讨论。可能尽早啊，把这个草案我们经过委员大概商量一下，我们同意。那甚至于呢，我建议不妨把这个原来本身这个小区啊改到里面来考量也可以的。然后跟这两个，这个都是文化部门的工作，可以去思考什么，我是在建议文化部是能够这样考量。好，谢谢谢委员。各位委员还有其他意见？好。好，来蔡委员。我想刚才那个王董事长提到他现在执行的状况的确是非常真实啊。那因为去年在办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事实上还有若干的附属设施还没有被指定。那我想今天这个决议如果完成以后，我想所以在这个园区里面所有建物的这个身份都清楚。好，那剩下我觉得就是文创公司跟文化部要如何后续执行合约啊。那我想这边当然会有一些讨论，我是建议说诚如刚才邱委员建议，可能就现在的方案把那个小的展演厅的空间拿掉，因为除此之外在整个园区里面的建筑的二楼的通廊啊，新的旧的，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的概念，而且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门口里面就是说在树下有些小的pavilion 把人带进来，我觉得这也没有问题。所以我想就是对现有的这个设计的方案，大概比较需要跟文化部讨论就是那个表演厅。那如果说可以双方可以谈一下，把那表演厅的空间从RP 的这个合约里面扣除的话，那我想后续应该就是回到台北市赶快去往前推进的一个状况。以上。好，谢谢蔡委员。委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好，我们请蔡局长说明。这个案子副市长在上礼拜也有跟市长碰面的时候稍微做了一下意见交换，
我想台北文创这边，台湾文创这边应该不用太担心。市长也完全理解文字法的这个时事这个变迁的过程，那后续就是由不管是文资局或者是文创司这边会就合约的实际的执行细节做这个契变，然后让这案子能够顺利的往下进行。好，来请田部说明。好，这个跟主席还有委员报告，大概分成几部分。其实那个台湾。